如果要用三個 emoji icon 去形容 GT program 咧，第一個就會揀齒輪。 因為喺 HKT 入邊咧，我哋嘅流程規劃得好仔細嘅，就好似每一個齒輪環環相扣住咁樣。咁喺 GT Program 入邊，我 attach 過唔同嘅部門啦，唔單止可以認識到唔同部門嘅運作，最緊要咧就令到唔同部門都認識我啦。咁對於完咗 GT Program 成為咗 Account Manager 之後咧嘅工作係幫助非常之大嘅。 第二個 emoji 咧，我會用星星啦，因為喺第一年嘅 Account Management Duty 入邊咧，我就已經拎咗 Star Achiever Award。咁除咗拎獎之外咧，仲有同一班 management 同埋一樣表現得咁好嘅同事一齊去咗日本。咁喺呢個 Star Achiever Trip 入邊咧，就體驗到公司 work hard play hard 嘅精神。咁我都好期待嚟緊會拎更多嘅星星嘅。第三個 emoji 咧，我就會揀一個大家庭啦。 因為呢個係 GT Program 嘅最大特色，亦都係我哋 HKT 嘅一大特點之一，就係人多勢眾啦。咁除咗一班 HR 之外啦，仲會有好多嘅 Team Head 喺佢哋百忙之中會抽時間了解同埋關心我哋。對於啱啱畢業嘅我哋，可以更快咁樣融入同埋了解公司嘅文化，當然唔少得工作上面嘅知識啦。